那大家先记住最前面两个字，人生。然后中间这位兄弟，每日西还有那个什么？有水准。有水准的这个矿泉水，大家就记得每日西的每日，还有有。那现在大家回忆一下，连起来是什么？人生每日有。那最后这兄弟的是什么？就是宝矿力的宝，还有这个贝纳颂的贝，所以就是人生每日有宝贝。哦，太好了，死掉我了。好，离开家，那个时候全家最舍不得我的人是你，但是谢谢你还是放手让我去，希望我可以才能变成一个更独立然后更勇敢的人，谢谢妈妈。然后小时候听说筷子拿得越高都会炸到越远的地方，然后我一直不想要离开家里，所以都会故意往下拿。然后今天旁边的这个先生也是台北人，然后我们还是会常常回来家里继续共享妈妈的冰箱、爸爸的好茶，还有哥哥的零食，让你们继续照顾家里的小霸王。但是因为有你，我想到以后每天都还是可以看到你笑嘻嘻的脸，就又会有动力活下去，努力的活下去。对，然后能让我发自内心笑出来的人，我想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。Love you, BB。
更多的十三年里，我会继续当你生命里的光，当你可爱调皮的太太，每天逗你笑。最后我想说，你眼光也太好了吧，黄先生，恭喜你了，新婚快乐。刚刚好看。